我的妈！一打开，一股榴莲。啊！你怎么能这样？你职业精神啊！你呀，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。看一下啊，你看，很甜的啊，它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这个味。盘点小杨哥带货翻车名场面。你完了呀！你媳妇能上链接吗？你媳妇能分我一半吗？我喜欢你媳妇，我滚！你媳妇有男朋友吗？什么时候离婚？快了！正经。我刚结婚才两个月，我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。我闭上眼睛，我希望我看到大家的祝福。大家男朋友长痔疮，能跟你媳妇离婚吗？离婚快乐！你干嘛，大哥？能帮我生个娃？我要跟你单挑。冷静，我们一定要冷静。对不对？你媳妇生的娃姓王，人家跟你开玩笑，你那个开玩笑，你至于吗？这个人不要理他啊！小杨嫂是我前女友，刚才说我媳妇是你前女友的人，给我死个心！你媳妇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不是？你媳妇爱的是我，你啊！你就想着吃，哎，甜不甜？甜不甜？这柠檬吗？知道啊？这不卖了，这个不卖了。他妈是摔成这样，你怎么卖？是这个。甜吗？甜。哎呀，哎，甜。这是这个。是这个。哎，更甜。乖乖，妈吃了四个，一个甜的，你给卖个什么卖？有一句话叫累了困了就喝红五五六五，这句话我小心带着。潘一发酒酸吗？兄弟啊，我的他不酸，他叫什么叫冷酸灵。他冷酸灵的意思不是说他冷，不是说他酸，名字叫冷酸灵。名字脚气嘛，脚气我们用达克林。那个人问的很好看，哎，盒子里面的牙膏打开看看，你看对不对？对，这太好了，这个感谢啊，是不是打开？你看着，感谢啊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些人有昨天，治脚气效果好吗？哦，完了，还以为是治脚气。来来，你出来两天，你评论说治脚气效果好，别人以为这来就治脚气的。刚来，不是，又涂脚上去了。对，上次卖辣条，你们刚才说这个痔疮真的好用吗？哦，那人参马辣条买回去涂痔疮上去了。这个人是怎么涂的？当时你辣条一打开，裤一蹭，我操，我洗的，别怎么冒烟了呀？你上面有油啊？因为上面有一点点油。谢谢，好了。浇好了吧，对吧？你来马上一吹，这个鸡蛋就起来了。啊，还没干，鸡蛋还没干。没事，它是不粘锅，就你烧焦了都没事。别搞，必须熟的。你这个啊，你等一下。来，大杨哥吹，因为我这个他这个肺活量太小了。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大杨哥来，瞬间就给它吹起来了，看看。就看吹起来看到没啊，这个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你这样的好，那个看啊，他这个是好，他这个是粘上去了啊，这个光不坏了，用了啊，来下一个，来过来。冻干草莓啊，这是相当甜呐、香，非常非常甜。酸奶吧，是不是叫什么酸奶？冻干草莓。它这个裹了一层酸奶啊，零热值啊，零热值，零热值。垃圾袋，什么叫做垃圾袋？你打开一点，我们要证明你知道。咦，啥意思啊，兄弟们？这不是翻车，你们装垃圾会这样装吗？这不会的啊。累的呀。你们这不是翻车，兄弟们啊？对，我们要轻轻放，来，好了啊，先放进去，先放进去，十斤的水啊，然后里面要放个小福利，我们你看看，你装得了十斤垃圾吗？哎呀！你看看，兄弟们，就这样他才断。你还是你讲，
你讲太对了，你讲的时候我就不能讲了。王总呢？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好，你讲的时候我也是。大家好好展示一下，看，大家注意，大家就看我们这个身体的斜度，我们俩现在全都斜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纸巾很尖锐。上门安装吗？你去老板，你说，你去，哎，真是的。我杠那个钢筋了，几种口味？这个是洗脸巾，兄弟，洗脸巾你不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不是吃的，不卖。Three hours later， 酸，但是这次的我们这个苹果绝对好，是吧？我今天吃这个苹果，啊的，你看非常的甜呀、啊！我的妈！我跟你说啊，给你看看什么叫甜苹果，你就看看这个水汁水，你。来下一个，你什么玩意？给我打！来，肯定有用。这个是苹果，你看，真的啊，这个苹果是。你这个苹果肯定是有好的，你看，反正因为我们放时间久了，你看啊，放了一个星期，你看是吧？对。你看啊，对，你看这个苹果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苹果是吧？哎。因为我们要对这个产品，对，我们说实话，对吧？咱们要很善用长时间，啊、你看。没事的啊，你看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一点事都没有，你看，这苹果卖不了啊。苹果绝对不好，就是开始非常酸，到后来非常甜。我的妈！我跟你说，我第一口我真没忍住，但是你只要尝了十秒，酸那个十秒钟之后，它立马就甜了。把它放进去啊，你看。2000 years later， 别胡说。我是不辣的，这个辣椒它有那个，这个辣椒它有点呛，弄我呀！他可能是烧完之后真的不辣，烧完之后就不辣。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香蕉，这个不是我卖的，这个你肯定拿错了，兄弟，我们刚才拿错了一个啊，你看，这个就一定是不是拿错的？这个是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对，这个香蕉啊，这个香蕉不是，你像、这个、它从国外运过来。它肯定要经历个两周三周，是吧？它这个颜色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它这个颜色在它里面，它外表是这样，它里面就是顺滑的，知道吧？算，它这个就是看起来是好的 啊，看起来是坏的，吃起来就不坏。你尝一下，你吃尝一下。对，它这个可能就是，你看是不是好的？那个把这个品牌方啊给它拉黑，知道吧？不是，给它拉黑啊。吃起来香啊，那么吃一下。你看啊，我腐竹，等一下再吃，兄弟们啊！我说句实话，我真不吃不吃粉的。哎呀，臭你搞的吧！这个就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呛住了！不是来吃啊！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冲了个豆子出来，我的妈！兄弟们了，我卖个货，能不能让我问点好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不是纸巾，是那个司机。司机，兄弟们，我看到真人家的问题了。能擦屁股吗？可以哦，兄弟们。哎，我这可以的啊、哦，这个问题非常好。能灭火吗？哎呀，用了痔疮会好吗，兄弟？我这样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好多人买了我的东西之后回去啊，他确实去用痔疮用了，结果一用15000，他的痔疮还在，他过来给我差评。我卖的那个大刀肉那个辣条，有人评论什么？买过去评论什么？我抹在痔疮上怎么这么疼？你这个对我的心声，对我的这个打击很大，打击很大，我求你们了，兄弟们。3 hours later， 媳妇儿不会用，你媳妇儿不会用啊？你扯什么呢？你搁我直播间在这扯，你怎么可能不会用呢？
怎么用，兄弟，你不会啊？不是兄弟啊，老妹儿，你不会用这什么？关掉，关掉。兄弟啊，我这个是男生用的，不是兄弟，不是，我这个是女生用，女生用的东西。男生你就靠边，不要问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你帮你媳妇儿买都行，你也不要你去帮你媳妇儿用，你媳妇儿她自己用，不用你去帮她呀，兄弟。我这叫，你这我买，你三千了，我买，我要知道怎么用。你要不知道怎么用，你就不需要用，不需要用就不需要问啊，不需要买，兄弟。四千单了，最后一千单，最后一千单，好不好吃？我要想个的东西，半个月没拉屎。你看你看，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腿也不疼了，心脏也不跳了。你看，能涂痔疮吗？这个涂了痔疮，别人以为你来了大姨夫。开车，你要是把这个涂了痔疮上，别以为你这个屁股穿血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别以为你这个穿稀把血都穿出来了。喝的人吹牛屁吗？搁这吹牛屁的，喝醉了肯定吹牛屁。一个人说我放屁就买，你能听声音？你听。咱们要信守承诺，大哥。关于牛的东西都不要卖，只要有牛的。给兄弟们上一个沙琪玛，沙琪玛，公马还是母马？沙琪玛，沙琪玛，好馋人吃马。兄弟啊，沙琪玛它的意思它不是马呀，你问你妈去。沙拉还有其他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不是说我把这个马叫骑马，我把骑马给杀了，叫沙骑马。公马母马，我再说一遍，这玩意跟马它就没有，它就没有它。关系跟人有关系吗？跟人也没关系。你杀七个马吗？不是杀七个马，我怎么可能卖马肉呢？我懂了，懂了不就行了吗？就是把马杀了。你这什么？你懂个屁懂？吃了响个的东西，腰不疼了。谢谢谢谢，这不挺好吗？挺好吗？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你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心脏也不跳了，心脏也不跳了。